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78面，478面，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以上名一念，我们学过了。以下呢，名净信，这是解释经文里头一句一念净信，到至心愿生。黄念老的注解，我们接着往下看。又弥陀苏超越，信即心境，成为是论云，信者位于实德。能生人要语，心经为心。这个里面呢，讲的意思很深。佛法大经大论上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众善根。所以信就非常重要了。它是大道的根源，功德之母。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也就是信心能生无量无边的功德。人的信心失掉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么今天的社会，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说，信心危机。人失掉了信仰。我们换一句话说，人失掉了信心。用佛法来说，人把信心吃掉了，那地球就毁掉了。这个道理佛说得很清楚，今天只有一个人他懂得，量子力学家，他知道如果我们把佛经一讲，他马上听懂。就是我说的时候，信心要没有了，地球会毁掉。佛给我们讲五毒，不但害身体，还害地球。五毒是贪嗔痴慢疑，疑就是不信，没有信心。贪心所感的是水灾。今天地球到处有水灾，从哪里来的？找它根本的原因是贪婪。感得的水灾呀，海水上升了。江河泛滥，晨会所感到的是火灾，火山的爆发，地球温度上升，他们今天现在世界上研究是物理现象，佛法讲的是心理现象，
这两种现象到底哪个重要呢？心重要。为什么呢？有心而后才有物。这是德国哲学家普朗克说的。这是上一个世纪，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门下也出了一个杰出的学生。他一生研究原子，研究量子。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跟佛经上完全相应，就是根据他一生对原子的研究，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呢？追根究底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意念产生的。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是念头。这个说法跟中国相宗大乘相宗说法完全相同。法相宗法相是心理学，像大学一样是心理学。我学佛，方东美先生就把法相介绍给我，他说这是纯哲学。法相中讲宇宙的来源跟我的来源，佛法讲依报跟正报。正报不是说动物，那你就说错了。正报是这么说，我从哪里来的？除了我这个正报之外了，其他都是我的依报，就是我生活的时候要依靠的这些东西。我们生活所依靠的，生命所依靠的，有人事环境。你像诸佛菩萨是我们的依报，我是正报。佛菩萨是我依报里的一类。这个一切动物，一切有情的众生，是我依报里头的一部分。除这一部分之外，还有物质的一部分。物质里面包括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还有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把我们的环境分成这三大部分了。你看《还原观》里面讲的显一体。生命是一个共同体。佛法讲的自性，讲的真如本性，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讲本性。你看这个《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性是本善的。性才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佛法对这个性讲得太清楚了，今天被科学家证实了。但是科学家讲的没有佛法这么清楚，为什么？他没见性。他今天能够发现的这个性，就是体性的根源呢，这个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呀。物质的本体找到了，物质从哪来的？念头来的。意念。普朗克说，意念是物质的基础。我们读到菩萨住胎经，这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我们明白了。
世尊问弥勒菩萨，问他一个问题。我们平常的凡夫起一个念头，就是心有所念，我们心里起个念头。佛问他，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就是多少细念组成这一个粗念。就像我们分析物质一样，我们把物质分析成分子，分子再分成呢这个原子、电子啊、粒子，这一直往下分，分到现在呢，这分成量子。量子有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用电子做比喻，电子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绕着原子核的那个电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换一句话说，100亿个量子组成一个电子，那么小的东西，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但是佛经上把它说成数字了，科学家没有。弥勒菩萨说，这一个小光子，科学家叫小光子。它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36亿8000年，它那个一念就是一弹指的36亿8000年分之之一。现在我们是用秒算，一秒钟弹得快的，我相信一定有比我弹得快的，我能弹4次，我相信他们可以弹5次。那5乘上5倍，一秒钟有多少个生灭的这个念头呢？1600兆。这个速度，佛说出来了，科学家没说出来，科学家只说极快的速度，太快了。佛看到了，1秒钟1600兆。所有的物质现象全是波动的，这个波动定律在30年前科学家就发现了，就提出了整个宇宙的活动是波动现象。那一切万物不同是因为频率不一样，频率慢的变成固体，频率快一点的呢就变成液体。像我们这个皮肤这样，这个软的时候，它就是速度快一点的，更快的呢，就变成电波，变成光波，变成电磁波，这通通都是频率不相同所产生的这个现象。这个发现，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欢喜呀，我们完全懂得了。原本我们学佛学的这些东西很难理解，因为你没法想象，非常难懂，但是佛所说的又不能反驳，这个佛弟子对佛总是尊重得有信心，要怀疑就不行了，科学允许怀疑，佛法不容许怀疑，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求证，佛法的求证是求禅定，心越清净，你就越能体会。那么这个现象就是科学家今天研究的这些东西，这是属于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所以科学很了不起，我们赞叹佩服科学家说。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宇宙就是三样东西组成的。这三样东西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自证分就是能量，
见分就是信息，相分就是物质。啊，或者用阿赖耶自己的名词来说，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第一个是业相，业相就是能量，啊，转向，转向就是信息，就是精神现象，啊，第三个是境界相，就是物质，啊，最初是能量，由能量变成转向，就变成信息，由信息再变成物质。啊，它确实是有先后的，但是那个先后在一秒钟1600兆分之1，你怎么能分出它先后？这是讲物质世界的真相啊！啊，我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里来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唐朝初年贤首过世，这唐太宗认识啊，就在他那个时代嘛。啊，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贤首啊，第四代是清凉。啊，这把事实真相搞出来了。这个太重要了，懂得这个，我们才知道佛讲这个五种根本烦恼它起的作用，我们就知道了。啊，我刚才讲了，没有信心那就是怀疑，对自己来讲的时候，自己没有信心啊，你的免疫能力就没有了，你很容易得病。啊，如果自信心很强，你不会得病，那自信心也失掉了，山河大地就不坚固了。你看我们念地藏经，坚牢地神，这地是很坚牢的，信心十足，这个大地坚固，不会出事情。信心不坚固，大地松了，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里，这是信心没有了，所以这个都重要啊。啊，我们今天佛法讲这个东西，只有量子力学家他懂得。啊，但是他还不晓得，对于外面这个影响这么大，他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地球化解地球的灾难，有没有方法？有啊，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心啊，就没有事情了。啊，这个信心的头一个，要相信自己是佛，这最重要的。啊，中国古人相信自己是圣人，啊，所以《三字经》上头一句话就是建立信心，信心，这个信心还得了吗？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把它解成善恶的善就错了，那个善是赞美的。啊，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五句话，中国人用一个字，通通把它包括了。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是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那是真我，那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事万法的本体啊！我是自性变现的，山河大地是自性变现，所以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山河大地都知道。啊，我们的信心没有了，山河大地就松掉了。他就瓦解掉了，这个可怕了。啊，我们的嗔恚心暴躁，脾气大暴躁，啊，就感到地震，这个火山爆发，
啊，愚痴就感到风灾。那现在的风为什么龙卷风这么多？愚痴啊，这不是迷信啊。这个东西对量子学家讲他懂啊，对别人讲不懂啊。啊，傲慢就是地震，傲慢不平啊。啊，怀疑那就一切都松散了，身体免疫力没有了，啊，地球的免疫力也没有了，啊，所以高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贪嗔痴慢疑，佛讲绝了，就讲五个字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五样东西断掉，身体健，身心健康。金刚不坏身，啊，那我们居住的国土就跟极乐世界一样，宝地，什么灾难都没有啊！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个时代没人学习，你说多可惜？啊，我们遇到这个也是个偶然的事情，没想到。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头接受一些老师的教诲，都以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所以，从来就没有一个念头想去接触它。啊，实在讲接触也不可能，你就是拿到佛经看不懂，也没人教你，这事实上有困难啊，谁能把这个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没想到他是个佛学家，我向他请教，我说你佛学从哪学来的？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有一段时期他生病，在峨眉山养病。啊，那时候峨眉山上什么报纸、杂志这种通通没有，只有佛经。没有事情呢，就翻佛经看。越看越有味道，就从这看上瘾了。没有一天离开佛经，一辈子啊，跟我说出的道理出来啊，所以跟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把我们从前误会呀，通通化解了啊，晓得佛法是这么样一套的大学问。啊，他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啊，开头三句话，第一句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第二句话，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第三句是劝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就这么入门的。啊，入门他有一句重要的指导，这个我们现在想想，那真是他真有智慧，有慈悲。他说：“你想学佛，现在佛这个佛教佛学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了，在经典。寺庙里头，从前寺庙学高僧大德。”他真是有大学问，所以帝王师啊，啊，皇上解决不了问题，上山去请教，就能帮助你解决。啊，现在的人他不研究了，他不读了，都搞这些金蝉佛事变质了。啊，你看不到了，在经典里面，
这个方向指导就非常之好，要不然我对他会信心丧失。我到寺庙一问，不是这样的，那方先生讲的话靠不住。啊，他把这个话开头就交给我了。啊，在经典不在寺庙。啊，我很幸运。啊，接触佛法没有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真善知识。啊，我遇到他，他知道我。你想学佛，头一个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对释迦牟尼佛不了解、不认识，但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现在人说讲，你要走弯路。啊，他指导我的，叫我第一步看书，看释迦谱、释迦方志，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唐朝人编写的，在大藏经里头。啊，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晓得释迦牟尼佛佛教不是宗教，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他的身份跟孔子非常相像，啊，一生教学，教了49年。孔子是不得已，啊，周游列国想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啊，年岁大了，不能不回去了，68岁回去，73岁圆寂，所以回去教学只有5年，孔子教学只有5年。啊，释迦牟尼是王子身份，开悟之后30岁开悟，不做皇上了，啊，不要国家了，啊，出家教学，教一辈子，啊，没有寺庙，啊，住在哪里呢？游牧生活，都住在树林底下，山林树下，啊，一生过这样的日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快乐无比啊！啊，79岁圆寂的，所以你真正了解他之后，那是学者，那是专家了。啊，是人类呀道德学问的典范呢。你不跟他学，你跟谁学？啊，所以我感谢方老师，不是方老师，我们对佛法、对宗教不认识。啊，不是张家大师，我们对佛法修学的根没有，不知道从哪里扎根。啊，我跟方老师，方老师那个时候40多岁，还不到50岁。他走的时候79岁。啊，那么他在早年完全是从学术进入的，啊，真的是从哲学里进入的，所以带着有非常浓厚的哲学思想。啊，可是我们深入经藏之后发现佛经超越哲学，啊，今天哲学里头不能解决的东西，科学里头不能解决的东西，佛法全都有。啊，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而是科学的最高峰。啊，我们今天看科学报告，啊，无论是宏观宇宙、微观世界，它的报告我们都看得懂，跟佛法一对应，它的问题还没解决。啊，比如说宏观报告里头，啊，科学家发现，
能够用精密仪器观察宇宙，只能观察到宇宙10%，还有90%不见了。我们一听懂的，他不见得我们知道，他不知道。啊，那90%宇宙到哪里去了？我们清清楚楚。啊，微观的世界，他看到了，你看，物质现象，知道是精神变的。那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啊，是能量，能量从哪来的？不知道了，所以无中生有，也说得很高明，无中生有。啊，因为自信确实，自信它不是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你就找不到它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哎，你就没办法发现它。物质现象，我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可以接触到。啊，这个精神现象呢，我们的思想能够接触到，就第六识意识能源得到，啊，它都不是，连自然现象都不是，你就没法子了。那佛告诉我，你怎样才把它找到？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找到它了，它就在眼前。科学家没放下，哎。所以他永远找不到，他要放下了，在佛法讲他就成佛了，他就找到了，见性成佛嘛，啊，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就是你把宇宙那个根源通通见到了，这叫成佛。啊，所以科学家就差这一件。他这一件没法子突破，我说他用思考，不能用思考，思考是妄念，这妄只能圆到妄，妄圆不到真，那真那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真心现前，你立刻就见到，这个是佛法讲的大道理啊，根本的道理。啊，你把它搞清楚了，真的，宇宙之间没有事情你不能解决的，没有事情你不知道它原因的，前因后果就清清楚楚，啊，明明了了。啊，所以信者，你看为实，实就是自信，真信，它是真实的。啊，其他现象都变化的。物质现象在变化，精神现象也在变化，自然现象还是在变化，所有一些变动的都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不动的，啊，慧能大师讲得好，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不动的，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啊，最后说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变现出来的？佛法里面讲一念不绝，这个一念不绝的意思太深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念？没有原因，这一念之后就有原因，这第一念没有原因。啊，第一愿意愿意念在什么时候？没有时间。啊，它时间空间都没有，很难懂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一句真话，就在当下。啊，也就是说，一秒钟，1600兆分之1就是那一念。所以那一念呢，不能说它有念，不能说它无念。你说它无念，它有；你说它有念，它已经不见了。啊，所以有念跟无念不二啊，
你要能入这个境界啊，那么在菩萨果位上，什么样等级的菩萨能够看得到？就是他清净心，他能体会得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说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啊，菩萨52个阶级，这是最高的五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地位上都能看到。啊，以下的就没办法了。啊，以下呢是听佛说的，跟我们现在情形一样，你听佛说的。啊，有这么一桩事情没真的。啊，所以佛法是科学。佛法没证得不算，必须自己亲证。啊，佛给你讲的，你要把它证明，它是真的，那才是你真的得受用。你没有证到，光听说不行。啊，听说叫解悟。啊，解悟不能解决问题，证悟就能解决问题。啊，像我们今天地球上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一生生命当中，这就小事，啊，这些呢，觉悟能解决，啊，对于整个宇宙来讲呢，那是大事，那得证悟才能解决。识就是自信的，要相信。所以中国这个教科书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厉害，啊，你看四书大学。这头一步，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此地的实德。啊，这个地方讲的实德。啊，后面在清明，在止于之下，那就是能，实德能。啊，对这个东西要信啊。啊，怎么个信法？你看，深忍。这个人是在此地当承认讲，啊，你肯定他，你承认他，啊，而且是深深的承认，啊，深深的信得过他。这个我们现在晓得，他的反应对身体就健康啊。啊，什么样的这个病毒不会侵犯你？你有能力啊，现在讲免疫的能力，免疫的是信心。人要失去信心的话，再好的医生治不好他的病。啊，所以我们明了。我这个2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次感冒，找个医生中国人，啊，我跟他谈得很投缘，我就告诉他。我说医生实在讲不能治病啊，他很惊讶。我说病怎么治好的？信心。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医生对这个病人有信心，病肯定治好。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医生对病人他就是不好。他同意我的想法啊，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有道理，信心。啊，而信心是最强烈的信心，是对自己有信心。啊，病毒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来的？贪嗔痴慢疑来的。贪嗔痴慢疑没有掉的话，你就不会生病。啊，你不会有病毒。啊，如果人是能够没有自私自利，念念大慈大悲帮助别人，那你是菩萨再来。那你跟菩萨没有两样吗？啊，没有自私自利，啊，要，这叫爱好，啊，欲就是希望。啊，他就举这么多条件呢，啊，这一个身子灌下去，身人、身要、身欲，
这欲望是欲望见性啊，不是别的欲望啊。我要明心见性啊，我要彻底了解诸法实相啊，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要彻底把它搞清楚啊。真正搞清楚之后，你就发现了一个一桩大事情，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不是一家了，一体啊。所以佛为什么那么爱人，就这个道理啊。佛对一切众生讲的是无缘大慈，这种慈爱无缘就没有条件的，同体大悲啊。为什么怜悯众生，帮助众生，众生苦难他来援助你，为什么跟他同一体啊？然后你要就能想到我们的心是一个心，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诸佛菩萨全知道。不但诸佛菩萨知道，树木花草知道，山河大地知道，这是真的。动物不见得知道，为什么？动物特有烦恼，它心不清净啊。这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怎么知道呢？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是水出来，他心是定的，他没有那么多烦恼，没有那么多贪嗔痴慢，所以他知道，那是谁知道啊？我跟江本博士说，他那个实验室我去过两次，我说不但谁知道，所有物质现象都知道啊。那这一桩事情，我这次到台湾看牙齿，台湾那边有些同学在做实验啊，就用江本这个模式，他们试验其他的一些物质，沙啊、沙粒这些金属啊、土壤，用这个来做实验啊。试验出来的时候，通通有他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啊。还试验味道，他们做辣椒、酸醋，那味觉啊，看这个水能不能闻到这个辣味，能不能闻到酸味，它反映的是什么现象，他们在实验这个。我说对，能够把色声香味触统统实验出来，那比江本就高明多了。我参观他们的实验室，比江本博士的进步，江本博士那个很老实的 那些仪器，那个显微镜只200倍，我看他这个显微镜500倍啊，实验室也比他规模大啊，有5-6个人在专门在搞这个东西啊，这做科学实验的啊。最重要的是证明，用科学证明我们的起心动念，山河大地知道啊。所以我们信心丧失了，山河大地马上就松掉了，这个太重要了。我居住在这个地球啊，你要地球是坚固啊，要地球正常，那你没有坚定的信心不行啊。如果说真的生人要欲，我们地球的美好不亚于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嘛，为什么他那么好，我们这么差？他们那边人善，没有恶人啊，戒是上住上善人居住一处啊。我们这个地方人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贪嗔痴慢，那个地方统统没有啊。那我们地球上的人如果接受好好的这个佛陀教诲，把这些东西都丢掉，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了啊，肯定是一样的啊。我们人身体质就不是这种血肉之体，真的像极乐世界金刚不坏身呐、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年龄再大的时候，容貌不变的、啊，啊，永远是年轻的，不会有改变的、啊。那这是做得到的，这道理都在此地。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相信，你这是真的。那么再加上科学家在做着实验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与整个地球有密切的关系。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东方人不相信伦理道德，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不相信神，把地球搞成这样。这么多灾难的原因我们清楚，太清楚了。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了对峙我们也知道那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要说是我们宗教是迷信，那就没法子了。你要真正相信，真正去研究，它真有道理在。所以说不能帮助别人，首先学佛的人帮助自己。自己身心健康，自己居住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时候少灾少难。人人都能做得到这一门东西真是大学问呢。我们在这一门堂上搞了60年了，讲经教学院53年了，越研究越深入，越欢喜。世间所有的这些学问没有这个好，这讲绝了。你对这个懂得，无论这中国外国古来今现在的，你一接触没有不明了的。这讲到静心。心静为心，它的体现就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才有圣人，才有圣药，才有圣欲。这个欲望，用《无量寿经》上一句话：“一切皆成佛。”阿弥陀佛的欲望，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都跟他一样。何言心静？以心胜故。为什么不用人，不用药，不用欲，而用静为心呢？心最胜。这个心是真心，这个心就是自心，就是真如。在一切法里头，它能生，它能现。如水清珠，能清浊水。所以人心清净了，一切染污自然就消失了。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自相混浊。这话说得好。什么叫染法？设法界全是染法。四圣法界，这六道往上去，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的有染净，没有染污。因为四圣是净，对六道来讲，六道是染，四圣法界是净。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来说，四圣法界是娑婆世界的净土，六道是娑婆世界的染土。染里头有善恶，善人天两道，恶呢，恶鬼地狱畜生，这三恶道。所以四圣是净土，
如果用极乐世界的术语来说呢，四圣是方便土，六道是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染净土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别的世界里头有这个善恶，极乐世界没有。虽然确实是凡圣同居土，它有天有人，他们有三恶道，他们有修罗，没有罗刹。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了，让这些天人也具有像菩萨一样的智慧，一样的能力，一样的福报。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所以西方世界就变成平等世界了。加持到什么样子呢？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了不起啊！这真正我们讲一点私心都没有好比人间做了皇上，皇上对待的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些层次的群众，通通都给他像自己一样的待遇，穿一样的服装，一样的饮食，一样的居住，这找不到皇上对你再好也得有等级，极乐世界没有等级，我平等了。所以你升到极乐世界，你长得什么样，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他老人家四十八愿的大愿里头这样说的，无界修行他都兑现了，他讲的通兑现了。这是在这部经介绍极乐世界，有理有事有因有果。所以设法界各自有相，所以各自有相，如果有心，那就不会自相混浊了。为什么呢？有秩序。佛教没传到中国来，我们的老祖宗，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止五千年。印度婆罗门教我们有往来，这些年搞宗教团结，现在叫印度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他们的长老告诉我，他们的历史至少有13000年。我想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会输给他，至少也有13000年。但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所以他们有记载，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么中国从皇帝才发明文字，要知道中国有记载的是从皇帝开始，到现在4500年。4500年以前没有文字，没有记载。皇帝到神农500年，神农到伏羲500年。八卦是伏羲画的。所以伏羲在皇帝之前1000年。那么这一千，这个5000年之前有没有？肯定有。孔老夫子他老人家是个非常非常忠厚老实人，不说妄语的。
啊，你看他说他讲他自己修学的态度，讲得真好，我们应当要学。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啊，也就是说明他老人家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他说不是他自己，全是古人。啊，古时候祖祖相传传下来的，啊，他完全接受了，幸而好古，他对古人东西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好说喜欢，就是此地的要语，他喜欢，啊，完全学古人，古圣先贤，啊，所以孔子被后人尊称为集大成者。啊，他自己没有创造，没发明。啊，《论语》里面所有很多话，啊，子曰，孔子说的，我相信很多话都是古人传下来的。啊，这我们能够信得过啊。啊，他能够相信古人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话，但他信，他做到了。啊，他证明了没错误，啊，决定有好处，啊，他自己做一个实践者，啊，做给大家看，啊，不像现在呀，从小就要讲创造发明，这创造出来的问题就太多了，啊，科学技术创造，你说好还是不好？你要细心去想一想，好。带给我们200年这个生活的方便，那不好是什么？不好，地球要毁灭。200年这种享受，把地球毁灭赔上，得不偿失啊！这就晓得中国古人有没有科学的思想？有，为什么不发展？他知道弊病。啊，不愿意发展。最明显的，我们在古籍里头看到的，王莽时代就有人学滑翔飞行，啊，照现在像滑翔机一样飞行。诸葛亮的木里流马，机械化的运输，啊，为什么搞出来之后没有玩几天就把它毁掉了？啊，诸葛亮死后把这个全部毁掉，不留个后人。是不是自私？不是的，知道这个东西发展下去麻烦很大，他们晓得。这中国人有道德观念，中国人有爱心，不忍心造成社会动乱，不忍心毁掉地球啊！外国人没有这种德行呐，啊，爱好表现呐。啊，所以标新立异，啊，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了。啊，但是科学家也晓得，我们也读到过这些报告。啊，五六万年前，这个地球上也是科技发展到高峰。啊，亚特兰蒂斯，这外国人记载的很清楚。啊，亚特兰蒂斯的科技能源是取自太空，没有染污。啊，像汽车这个飞机飞行没有声音。啊，但是这个国家突然沉到的海底，就大西洋啊，所以那叫大西国，啊，这叫大西洋，沉到海底。啊，那么科学家也预估，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他们画的些地图，也许有人看见过。啊，现在的这个地球上很多陆地都会沉到海底。啊，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沉到海底，我们晓得他们看见，他们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们对于伦理道德
对于自己这个性本善的信心失掉了。相信科学技术是错误的，相信自信、信德、相信这个伦理道德是真的。地球会坚固。相信科学技术的时候，它会松散。突然会松散，它真的会沉下去。现在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地方一个坑一下就塌下去了。我还没见到过，我听说很多。齐老居士曾经跟我讲过。一塌下去有好几丈深呢。济南。在济南市上，在中国有好多个地方，外国也有，全世界都有。这什么缘故呢？信心丧失的现象。你不学佛真的不懂啊，真是怪事啊。我们想的人不是怪事，有原因。不但呢，这个不信能够叫思想混浊，就是我们的思想混乱，这个社会的混乱。都反映在社会，就社会的混乱，复能混浊于心性处，如即会悟，自会回答。这个心要是混浊了，它影响80、50亿心处，全都变坏了，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现在的很多现象，我们就需要从这儿出来了。这信呢，正反比，故静为相。我们能建立信心，马上就翻过来了，就改正过来了。所以不能没有信心。科学家提供一个数据给我们，我们看了非常欢喜。我们能讲人人都能够恢复信心，做不到的。科学家给我们的数据是地球，以地球人口的总数，大概是65亿到70亿人，这地球人口总数，以这个1%的。比例来计算，1%的是平方根，1%平方根，大概8000人的样子，8000人左右。那也就是说句话说，这个地球上如果出现了8000人，照着佛经上都能够做到，地球又有救。8000个。真正觉悟的人，60、70亿，这些迷惑颠倒造作罪业的，这不成比例呀，怎么个救法了？让我想起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邪再多有一个正就能够抵得过他。所以科学家也提了个具体的例子，他说比如100万人的城市，都在造业，这100万城市里有100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们造作罪业，灾难不会很大，不会毁灭，就是100个真心的人，这个给我们提供，让我们才升起信心，否则我们信心没有了。那我们现在首先要求的，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全世界净宗学会同学，如果能够找到8000人，这8000人舍己为人，如果还有自私自利，就做不到了，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理，通达明了，自己真正发现，行菩萨道，舍己为人，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8000人，不必聚在一起，在善财国务厅都产生力量。 这是个非常好的信息，1%的平方根呐！发这个心，你说你做多大的好事？这么多苦难，造作罪业众生，造作任何罪业，都要原谅他，都不要去追究，为什么？他跟我是一体。 不要再问原因了，拯救第一，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这一次在澳洲也遇到了一些朋友，问我现代社会问题，用什么方法？ 能够恢复安定和谐，那是外国人吗？我就用汤恩比的话告诉他，我说1970年代汤恩比曾经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什么？ 现在的用最简单的方法，4个字：仁、义、忠、恕。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用仁义代表孔孟，父子之道，忠恕而已，取忠恕。仁就是爱人，第一要学爱人。 为什么人跟自己是一不是二？爱人就是真正爱自己。不爱人就是不爱自己。第二个要讲义，义是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义叫循理，遵循道理，就是。 情理法面面都过到，拯救今天世界。忠，忠是心，就是心正，不偏不斜，这是忠啊。我们用这个意思来讲啊，你用真诚心啊，没有偏心，没有邪心，来对待人、对待事、对待物。 最后一个恕，不管他做什么罪业，要饶恕他。孔子所说的“成事不说”，已经做成了，别再讲了。不管他是善是不是恶，都不要说了。随事不见，看到他干这个事情，决定会成功的，不要劝了。既往不咎，无论做什么错事，不要去追究他。 要从安定当中来改造，社会不可以动乱。动乱的时候不能成就，一定要怎么样？他既得利益的这个集团，他要后起来要来对抗的时候，社会又乱了，不能乱。无论造作什么罪业的时候，过去了就算了，不再追究了。大家一起来修传统文化。 一起来学佛，这就好啊！让大家慢慢自己觉悟了，稳定当中才能做到啊！用儒家这个，那大臣呢？真诚慈悲，跟孔孟讲的道理是一个意思啊！用真诚心来修慈悲啊！为什么做那么多罪恶的事情？ 可以能饶恕，
因为没有人教他。啊，没有人教他，他造的罪业，你去惩罚他，这个不公平啊，不忍心的，不可以这样做啊。他受过这个教育，你惩罚他有道理。他没有受过教育，《无量寿经》佛说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就别怪他了。啊，他父母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啊，你看看中国跟外国丢掉传统至少200年了，你还能怪他吗？啊，昨天叶老先生告诉我，有一个留学生，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啊，下了飞机，他妈妈到机场接他，大概是要钱的时候，父母给他太少了，没有钱给他，把母亲杀掉了。那这种事情能不能怪他？不能怪他。为什么？他没受过教育嘛，啊，不懂得孝道嘛。啊，如果从小受过伦理道德教育，那就可以处分他。没有受过教育啊，所以今天是乱世啊，乱成这个样子啊。啊，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不要追究了，啊，回过头来好好的教，啊，教上个一年，他再犯错误，比如说教半年，犯错误警告他。教了一年再犯错误处罚他，他没话说啊。你没有教他做错事情，你觉得惩罚他，这个是于义不合啊。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宽宏大量啊，要把所有众生看作自己，我做了坏事是不是希望别人原谅我，那他做坏事我就得原谅他啊，他们没学过，我学过了，我懂得好好教他。所以今天一切的这个乱象啊，跟整个地球上乱象从哪来的，都是把传统教育丢掉来的啊。一定要认祖归宗，把老祖宗找出来，问题全都能解决啊。他们听到我的话都同意，都觉得这个方法稳当可行啊。另外还有个人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我头一次听到西方人对于民主制度啊已经质疑了，怀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他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说民主制度是一个过渡的这个制度，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啊。但是今天制度是其次，不是重要的，人心坏了。如果人心好，再不好的制度他都做出好事，心好嘛。人心不好，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制度问题，人心问题啊。你要救国家，你要救这个地区啊，要救这个世界，那你不把圣贤教育召回来，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圣贤教育是真实智慧，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真实知己、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可惜就是现在讲的人太少，但是太少的时候，好在现在有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用卫星、用网络，跟全世界有缘的同学，啊，每一天在一起共同分享。啊，如果我们能够有十几个老师，我就可以办个空中学校。啊，24小时不断的来播放，
来教学。对于现代社会肯定有帮助。啊，这十几个人一定要真干真修。啊，不能把这个经教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不可以。要依教奉行，啊，信结行证，要真下功夫。啊，真下功夫好啊，自己会非常快乐啊。啊，夫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也是喜悦。佛经讲的“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啊，啊，句句都是真话。啊，我搞了60年，乐此不疲，越搞越高兴，啊，越搞精神就越好。啊，如果让我3天不读经，3天这个不讲经，我就像有病一样。这是真的。啊，所以我现在懂得什么是最好的营养，最重要的营养，欢喜。啊，欢喜从哪里来？欢喜从智慧来的，不是知识，智慧。啊，佛法是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知识解决问题后头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精修净土，诸乎心净。啊，修净土一定要懂得。心净则佛土净，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不是念佛多少，是心清净。啊，心清净，跟西方极乐世界就清净了。啊，为什么心净土净呢？境随心转。啊，我们修净土不必在环境上，在心上，心清净了，大地就清净了。染污就没有了。啊，所以环保，我是很早年听到这个名词，我就告诉大家，我说环保永远做不到。他说为什么？心不清净。那如果心净心了，外面的时候这个境界自然就清净。心不清净，用什么方法想把外面环境清净都做不到。这个道理只有佛讲得清楚啊！啊，中国传统文化讲得清楚啊，重视这一条啊！啊，现在人重视科学，不讲，不重视这个精神生活。啊，不重视心理，重视物理，不重视心理，所以出了很多麻烦，啊，自己没法子解决。心理能解决物理问题，物理不能解决心理问题。啊，为什么？物是心生的，啊，所以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性为极物，名也甚也。啊，最极的是什么？性啊，那不性就麻烦了。那现在这个是，这是麻烦已经明显的铺露出来了。啊，那就地球上这些灾难，这些灾难真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性没有了。啊，信心的危机。不但是社会混乱，是地球的灾变，这个麻烦大。啊，我们今天讲幸福，幸福的人很多，几个人真信？几个人了解呢？那都不是真心不了解，这不行啊，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啊，要真心，
要真心的说，不研究经教就做不到。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讲了49年，为什么？49年所为的还不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吗？就是为这个啊！你真正疑惑全部破除了，都给你解释清楚了，信心起来了，问题就真解决了啊！是故阿弥陀古印声王陀罗尼经里面说，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也，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性如是之事，当知世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这几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啊！啊，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永远说不完的啊！谁能相信？特别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啊，我年轻也是知识分子之一，我就不相信啊。我跟李老师10年，李老师用种种方便来教导我，我都没接受，所以我常讲难信之法。啊，什么原因呢？我对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总是有怀疑啊。什么时候我才接受净土呢？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啊，第一次讲华严经也讲了10几年了，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那就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是华严会上二大菩萨了，善财童子他修什么法门啊？其实经上都讲过了，自己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按照古人这个讲法的时候解释给大家听的。那后面经还那么长没讲到，这部经讲的时候总则20-30年了，那时候常常出国也常常中断啊，没办法连续讲啊，所以讲的东西讲的不透彻啊，我就翻到后面去看，翻到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这还得了啊！啊，净土要不殊胜，文殊普贤怎么可能发愿求生净土？啊，那再看看善财童子，回过头再看。以前讲过的啊，再复习一下就发现了，当时讲没发现啊。参访吉祥云比丘，这第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啊，这个主太重要了啊。谁介绍的呢？文殊菩萨介绍的啊，介绍他吉祥云，先去拜访他，跟他学习。他修念佛法门，专念阿弥陀佛，修波州三昧。啊，给善财童子讲21种念佛法门。
啊，那这个我们晓得，二十一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换一句话说，无量法门通通都是念佛法门。啊，这个意思我懂。啊，但是里头还是有疑惑，为什么不透彻？啊，当我读到还愿观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啊，才明了啊。善财最后一个参访的，一个开头，一个结尾，结尾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皆落，我从这个地方皈依净土了。啊，感谢李老师，十年用那么多善巧方便，我可惜没接受。啊，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之后，我就想把华严放下，专修净土，啊，专修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小华严。那古人讲的，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分量有大小不同，内容完全一致。所以第二次讲华严经是韩馆长往生前两天特别要求啊，希望我把华严经讲一遍啊。什么原因呢？可能以后没有人再讲了啊，希望我留一套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录像啊，留一套录像带给后人做学习参考。我答应了他啊。那么这一次从去年清明啊，去年清明到今年正好一年多，我把华严经放下，细讲无量寿经。为什么？灾难太多，来不及了。这个东西救急重要，像先把这个经讲完。估计我现在一天四个小时，绝不想中断。大概十月可以讲圆满，啊，总共讲1200多个小时，啊，这讲得很详细。啊，如果这个经讲完之后，我还在这个时间，可以把华严经往下了，再往下讲。啊，这部经太重要了。末法往后9000年，真正能学佛得度有成就的，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啊，这一部经对极乐世界介绍非常详细。啊，你读了之后不能不相信。啊，真正能够生起信心，能信如是之事，就是无量寿经讲的这些离事，那你这个人不可思议。你的业报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你决定念佛往生，一往生决定一生成佛。这还得了吗？肯定的嘛！啊，又要解曰，这欧益大师讲的，讲得更好了。唯有大智方能谛心，谛心是真心呐、啊，真正相信大智慧呀、啊，不是大智慧很难。那由此可知。我们当初接触李老师那样苦心，这个诱导，可惜我没有大智慧，所以不能接受啊！
啊，智慧从哪里来的？从讲华严经来的。啊，我讲楞严，讲法华，讲华严，啊，从那里得到一点智慧呀。啊，回过头来看到这个，他真相信了，真干了。啊，偶遇大师这两句话讲得好，啊，安乐集以论住，立三心。这个论住就是往生论的注解，注解是南北朝时代谭鸾法师注解。啊，谭鸾法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经宗大德。啊，古人称他为神鸾。啊，称他为神人。那么他啊，这是安乐集是一论注讲的。啊，立三种心。第一个纯心。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实。老实两个字太重要了。古今中外，无论是出世出世间出世间，真正有成就的，你细心去观察，头一个老实。啊，刘素隐生年有成就啊，大家问他秘诀是什么，他头一个就讲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他掌握到了，实在古今中外所有成就的人都是这六个字。哪个成就的人不老实啊？不听话了，不是真干的，都是的。啊，听话呢，听经中的话，经上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啊，经上佛法菩萨说的嘛，传统文化里的圣人说的嘛，啊，孔子孟子啊，再往上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全是大圣人啊，你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听，真能够依教修行，你就成功了。啊，唐太宗做皇帝，自己知道没念过什么书。啊，我们都历史有记载呀。啊，十八岁，隋朝乱了。啊，他劝他的父亲起义也。啊，他就带兵打仗啊。啊。在记载上，这个人武艺高强，他是个武人，不是文人。啊，28岁做皇帝。啊，那个时候平定动乱用了10年时间呢。啊，哪有时间念书？那做皇帝之后。就想到治国平天下需要智慧，需要方法，需要经验，到哪里找啊？于是就下令给魏征，找古人啊，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前面一个时代，晋朝，啊，这大约2000多年，啊，古籍里面，
这是书籍里头。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资料，那个时候他们是整理的资料已经有18000多种。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书。在这个里面选。选了几千种。然后再在里面再选，挑最精华的，最后选了65种。这65种里头有经、有史、有词。四库里头前面三个就居住了。即使文学他不要。他所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的教训。赵薇真成立一个小组，在65种书里头，关于这些文字统统抄出来给他看。这工作到三四年才完成的。一共50万字。他拿到手手不释卷的，一天到晚真读真干的，那就是老实听话了，听古人的话了，真干。所以造成了大唐这个在历史上是最盛的一个时代。我们在外国的看唐人街，你看影响多大，就靠这部东西。这是他治国之宝啊。所抄的全是原文，没改变。每部书抄下都是原文。那么这部书唐朝亡了之后书就没有了，就失传了。所以唐书就是唐朝的历史，唐书是宋朝人编的。历史都是下一代人写的，不是当代，当代人没有敢写，没人敢写的。是后人写的，是宋人写唐朝的历史，艺文志就是唐代的这些典籍书籍，没有这个，目录上没有，没提这个，所以等于说唐宋元明清历史上全没有。一直到嘉庆，乾隆把皇位让给他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嘉庆登基，日本国向中国皇帝进贡送的礼物里头有这本书，中国才知道。那么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来的这部书不超过10套，数量少啊。不但看过的人不多，听说名字的都不多。我是在早年看到世界书局有个小册子叫诸子之要，我读过这一种东西。那诸子之要从哪来？是群书之要后头的一部分，所以我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没看见过，问别人都不知道，甚至问这些书局都不晓得。所以以后发现我是在讲经提到了，有好心的同学们到处给我去找，居然找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印的，80-90年前经过社会的动乱，中日抗战，文化大革命，这哪里找？那没有了，那断绝了。没想到发现。所以我说这祖宗之德了。这个东西还找到了两种。而且都很干净。好像没有人读过。80-90年之前的书。我赶快找世界书局给印1万套。用意在哪呢？保存这个书
不会再失传了。我们应该在保存这部书。啊，真好啊。啊，但是这本书是文言文写的，啊，真正是古文，必须要注解，要注音，要注解，要翻成白话文，然后再翻成外国文字，可以对全世界流通。啊，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想把政治办好，啊，那这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啊，你看大唐盛世怎么成就的？啊，提供他们做参考啊。啊，我们方外人最后贡献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就收尾了，不再谈这些东西了，也不再看这些东西了，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晚年放下了，啊，年龄也到了，啊，85岁了，不再搞了，啊，这算是我们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提供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啊，也许这就是近代世间人常讲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那我们就可以说是中国唐太宗啊群书之要的世纪。啊，这大家就安心了。啊，汤恩比所说的啊我们的解读那是仁义忠恕的时期，啊，大臣是真诚慈悲的时期，啊，真能解决问题啊！啊，就诚心忠厚啊，你看信心深厚啊。第二呢，一心信心。纯也，如果我们的信心深厚，信心纯也，社会的动乱没有了，地球上这些灾变也没有了。啊，我们做不到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殊胜，我们如果能做大唐盛世，啊，让全世界都能够享到大唐盛世之福，幸福美满的人生，我相信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求，在世界啊宗教经典里面去求，像唐太宗这种方法，在经典里摄取它的精华，啊，小段小段的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金句，就能团结宗教。就能化解所有的那些误会，那些冲突啊，世界确实可以回归到和谐安定。啊，繁荣安定肯定带来繁荣。啊，带来人生美满幸福。三者呢，相续性，信心相续，不杂于念呢。
我们这些年常常提到的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对自己的受用太大了啊！你真做到，你就不会受外界的感染，你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啊，一般人不能受的，我们都能够受，而且非常欢喜。啊，你比如说，别人诽谤你，别人侮辱你、陷害你，你会不会生气？啊，生气好像正常现象，学了佛不一样了，不但不生气，感恩。他为什么感恩呢？他消我业障啊。啊，我这个业障是过去的业障，现前业障怎么消掉？哎，就是这样消掉的呀！啊，我还供养他的牌位，天天也拜他。啊，他替我消业障啊！啊，提升自己的德行，增长自己的智慧，怎么能不感恩呢？啊，我怎么会怪他呢？你看佛给我们做榜样。啊，释迦牟尼佛没成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遇到割力王割戒身体，那是奇耻大辱啊，冤枉，天大的冤枉啊，给他凌迟处死啊。啊，佛不但没有一点忏悔，那感谢他，告诉他，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乔成儒就是那个时代的格里王。说话算话，量大福大了，要包容啊！这不能包容小心量的人，哪来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己亲身这样子做，啊，所以。智慧增长啊，德行也在增长，我们得的利益太多了，我们才懂得了，才戒取孔孟的四个字啊，啊，仁义忠恕啊，真能解决问题啊，不能太复杂，太复杂人不能接受我啊，简简单单的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十二个字，十二个字真正做到了啊，你能够打九十分了，你就是圣人；你能够打七十分了，就贤人；你能打五十分就君子啊。这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中国千万年老祖宗传下来的精髓呀，世世代代相传，不会传错啊。这个不要说它不多，多怕你记不住搞错了，它少啊，字字都是精髓呀啊，老祖宗传下来的五伦，五伦就二十个字，能传错吗？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想传十万年，传一百万年都不会传错，这就二十个字嘛。啊，五常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四维四个字，礼义廉耻。八德八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他怎么会传错？不会传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合起来，我们再把它精简十二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如果我们中国人把这十二个字做到了，中国就是全世界的示范国家。全世界做到了，世界就大同。啊，这十二个字，无论是哪个宗教，
哪一种族群，你给他谈，他都要，他都喜欢，没有一个字是他反对的。所以我们就有信心，这十二个字能够帮助全世界，啊，回归到和谐，回归到稳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幕后这句，并曰：“若能相许，则是一心。”啊，念念相许就信心了。要相信啊，中国人特别相信老祖宗这四课，四个科目：五能、五常、四维、八德，真正是宝啊！我相信，至少一万三千年。老祖宗留给后代的宝，绝对不能违背，违背一定出乱子。啊，你如果不违背遵守，你一生天下太平。啊，所有一切荣华富贵都在这几个字当中，你好好的说，全都能得到。啊，佛家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句句话都是真的。啊，但能一心呢，就是纯心。这个解释的好啊，一心就是纯心，一心就是老成，一心就是忠厚。啊，据此三心呢，啊，这个三心就是前面讲的纯心、业心、相续心。啊，你据这个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你有这三种心，你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往生。啊，无有是处，用现代话叫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要是具足这三心，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去的话，没有这个道理。啊，诚心就是老实，业心就是听话，相续心就是真干。诸位想想，对不对？啊，用这三种心过日子啊，好，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好啊，很幸福啊，很美满啊，啊，对自己，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就用这个心啊，用这个心念佛，跟佛就有感应。啊，佛家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感应到家啊，啊，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这个心啊，这三个心合起来就叫真心，没有丝毫虚妄，别人用虚妄对我，我用真诚对他，这个要记住啊！为什么呢？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一生要做佛，他不要做佛，他还喜欢搞六道轮回吧，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们对人纯正啊，陷害我，我对他都是真心啊，我们有一点恶意对他，这才叫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还有恶念，还有烦恼，还有报复，你就全错了，那你就又去搞六道轮回去了啊！六道轮回里面日子不好过，为什么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所有的恩怨呢，一笔也勾销，不干了啊！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再玩游戏了，啊，你还起心动念的时候，还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麻烦大了，统统不要，啊，把这个心呢归到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念都回归到阿弥陀佛，啊，用真诚心念，用一心念，啊，用相续心念，我们极乐世界稳稳当当拿到了。就像现在讲签证，又拿到签证了，随时可以去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